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2022年11月份嘅时间表啦。礼拜日咧，我哋休息；礼拜一咧就是、Live Ranger， 礼拜二动物深入会；礼拜三 Undeadlation， 礼拜四我哋再次休息啊。礼拜五咧就是、快乐星期五，每个礼拜五有唔同嘅片俾大家睇。礼拜六咧就是、打机星期六，咁希望大家留意啦。